大家好，吉祥如意。大家好啊，吉祥如意啊。大家好，吉祥如意。OK， 今天来教大家，人生，我们说作弊，人的一生哦。今天来教大家，嘿嘿 ，OK， 可以了，我只是听一听自己的 handphone， 看清不清楚，清楚就可以了，因为今天。因为每一次用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看不到大家的回复，所以只可以看 handphone。啊，来，今天来和大家说一下。Good afternoon。这个我分享啊 ，teach everyone。Sometimes in life, there's a daily cheat code 。我们说天地啊。是有一个有时候可以给我们在今天要教大家的就是说每一天的一个日子它有时候会有一些日子可以让我们稍微我们说的作弊。什么叫作弊？作弊就是那一天可能比较顺一点啊就是这样。你去了解啊你大家运用。所以我先大概的说今天教的是一个 very basic 的啊分享给大家。你们 share 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受益。但是首先他们要懂他们一定有一个 chart。那个 chart 就是跟着我们的这个每一年的这个万年历的这个。好那要有这个 chart,very easy, if you want this chart,very simple, you can go to my webpage, yesfengshui.com.sg, okay?那边就会有 main page 应该是在 main page 就会有那个2020年的那个 daily the whole year 的那个天干地支 OK 每一天都它就会有那个每一天的天干地支 So first of all What is it so important for you to know that 如果你懂这个天地啊，我们说只要你懂你就可以开始作弊了啊，作弊讲作弊来教大家讲作弊学校不教我教 OK now very simple 啊，这样很容易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要教今天和大家说的就是六十甲子什么叫做六十甲子 OK 六十甲子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组合那我们先从 number one 开始 number one 你看到这个甲子啊，大家看到这个甲子甲就象征了天干 This 甲 refers to the heavenly branches I don't know whether I spell correctly or not but 应该是这样啊这个子叫做地支 Earthly stem I think the stem also pronounced correctly 啊 spell correctly 应该是这样啊我看 play safe 一点啊 Earth 啊我们叫做 Earth 然后这个叫做 Heaven 啊不要这样轻啊我们 讲简单一点 Heaven Earth OK 这个甲子第一个甲子我们看到有 Heaven and Earth 每一天这个天地它都在运行转变 So there's a movement 比如说今天是甲子明天叫做乙丑另外一天叫做丙寅另外一天叫做丁卯 OK陆陆续续这样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Day 6 Day 7, 8, 9, 10 as according 然后就继续以此类推1,2,3,4,5,6,7,8 推到60从这个甲子开始 means the Day 1
到60， OK， 60叫做癸亥，所以我们叫做60甲子， because after 癸亥后又回到甲子，所以我们就说60天啊，这个甲子要60天后才会再遇到。如果你要用一年来计算， if you want to use my year， 60 years later 会再看 今年是什么庚子年啊，大家看到啊， highlight this portion， 庚子年，哎， correct， 看到要这样啊，庚子年， OK， make it a bit bigger， 这样 OK， box up the red color column， 这个叫做庚子年啊，大家希望看得到。If you can see this, the red color box, ah, this is called 庚子年。This is 2020. So the next time you want to meet, 再 meet 这个庚子年，就是20年后 ，20 years later。简单的说，现在我们遇到这个病情，几时会再发生？20年后，20年后会再遇到了，大概这么说了啊。但是以后的运就不一样了。20年后的运，那个在九运啊，那个就不一样。但是每一个运有不一样的说法。大概我们这样讲了啊，庚子年啊，so every 60 years you will meet this, but you can see that that is a daily code, because 用年它是60年再遇一次。OK， 如果你这样看，它要60年遇一次。那么月呢啊，60个月会再遇到一次。60个月 ，if you want to look at month， 60 months。Later, you will meet 庚子 again. Example, okay. So why we call it one minute is 60 seconds? 为什么我们的手表 ？Why our watch is 60 seconds per minute? 就是这样啊。Why is it 60 minute refers to 1 hour? 因为天地它在运行，所以要再遇到甲子，要过了60回，然后再回到甲子，所以这个叫做60甲子。This is the meaning. This is the reason. Okay. 所以大家要学人生啊，今天要教大家人生的密码啊，天地的密码。你了解，你就可以作弊了。寻找那一天来作弊。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他在60甲子里面，他会有一个或者两个，有一些可能有3-4个啊。大概具体在这样讲，因为 depends on your own 八字 chart， 每个人的八字不一样。有一些人的八字可以有好几个，在这60甲子里面，这60个组合 ，OK， 我讲的比较 layman term 一点啊，我不要讲的太深奥。在这个60个组合里面，有一些人可以在这60里面呢，寻找5个是最对他有好处的，有一些则有4个，有一些没有这样好，就最起码都会有一个。什么人最起码都会有一个啊，一定会有一个。在这60甲子里面一定会有一个，那我要怎样去运用它？你要明白，今天比如说是甲子日，60天后又会再遇到甲子日啊，60天后，所以你好好的去运用它，运用这一天的这个最利你的这个日子，比如说甲子对我好 ，Let's example day one 这个叫做甲子，它对我好，啊，那以后我看到这两个字在那一天对我就一定很有利。所以 example 那个你们可以去我的 website 哦，我们的 webpage yesfengshui.com.sg 那边就是有那个让我看啊 yesfengshui.com.sg 我的 main page 就是有那个60甲子的图 I save it downThen I can open up 这个 ，OK， 去我的 webpage yesfengshui.com.sg， 你会看到这个在 main page， 这个就会跟你讲啊，每一天的60甲子，看到吗？这些每一天的60甲子，今天是几号？今天是5月21号，5月21号在这里，看到吗？甲子日。5月21号甲子日，刚好今天是什么？今天是甲子的 number one 的开始，明天是什么？乙丑日啊，这样继续以此类推，
推呀、啊、推呀、啊、推推推，所以你注意看啊，几次会再遇到甲子要60天后吗？那我们就算这样，一个月有30天啊，两个月，所以大概在这个第三个月我们就会遇到甲子了，来嘞，甲子啊，因为这个是第29日，所以我们会看到每两个月会遇到一个甲子，看到啊，我这样大概啦啊，给大家看啊，所以就是要和大家说的就是，只要你懂你人生的密码，哪一天哪一个日对你有利啊，你就可以掌控你的人生，再用那一天最利你的吉日来做事情。Help yourself, do what you want to do using that day, that specific day to help yourself. 很重要，很好的，很好用的。所以了解啊，这个叫甲，只要在 left hand side 这一边的都是天， refers to heaven, 天干。On the right hand side, these word all refers to 地支，地。So go to our webpage, you will receive, you can see this image. 每天去我们的 webpage 看一看啊，今天是21号哦，甲子日。哦，那个是22号哦，明天22号乙丑日，哦23号丙寅日啊，大概这样子啊，这样去看，这样去看待，你就 OK 的，不大会出差错的哦。像我们看通胜、哦、如果我们看通胜，现在是这个今天是几号？今天是21号。21日甲子，明天是乙丑，明天乙丑，我们通胜说乙丑明天有这个生时天乙贵人啊，所以明天也是一个好日子，但这个是一个说法啊。那来看这个，只要你懂你的八字， if you know your 八字，找你自己的五行，每个人的五行不一样，所以这边我立了一个，每个五行总会有一个日对你是很好的。如果你是甲木人，你去寻找丙寅日，看到吗？丙寅日，丙寅，哪里有丙寅呢？你就找咯。今天是甲子吗？甲子啊，今天是拜四哦，今天拜四、拜五、拜六，所以来临星期六就会遇到丙寅，这个是给甲木人的呀。如果你是甲木人， if your 八字 says that your element belongs to wood and you are 甲 wood, yang wood, okay, 你是甲木人，寻找丙寅日这一天呢是最好的一个日期，最好的一个日，你永远永远遇到丙寅日都是好的，都是不错的。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因为没有依照你的八字，所以如果有八字，我们就可以立你这个60甲子里面你到底有几个是对你有利的啊，所以我们只能这样说啊，我们只可以这样去看待啊。不可以啊，来卖啊，刚刚弄掉 OK。 所以我们说这个甲子你是木的人，寻找丙寅。如果你是乙木的人呢，寻找丁位。丁位在哪里？你看啊，丁丁丁，丁丑，丁位啊，丁位在这里。OK， 说很容易啊。你看这个，看我们的那个 web page， 你去找丁位，丁位在这里，7月3号。So coming third July， 五行如果属木的人，乙木啊，这一天会不错啊。7月3号，那以后还会有吗？有啊，多60天后啊。7月3号，60天后大概在这里，9月1号来丁位，然后多60天后啊，大概在这里，60天后10月31号丁位，然后再多30天后12月30号丁位，然后再30天后就是这样啊，不是30天，60天后啊，就每60天你会好一次。这个是先简单，因为没有大家的八字， because right now 没有大家的八字，只可以给你一个最简单的去看待它。所以 first of all very simple，
你一定要先懂你的五行是什么。好，我是甲木，我找丙寅；我是乙木，我找丁未；我是丙火，找戊辰。啊，我是丙火人，找戊辰。戊辰在哪里？那你去找戊辰呢？戊辰，等戊辰。所以丙火的人戊辰是几时呢？丙火的人戊辰就是来临5月25号。哦，有点 blur 啊，不要紧啊。来临戊辰就是5月25号。5月25号叫戊辰啊。现在因为这个是 zoom in 的，看不清楚。But you can go to the web page， 应该会比较清楚的。OK， 如那时候新年我们讲座的时候，就给人每个人一张嘛。我交代大家的，把这个放在你的做工前面，家里的工作室，收住一张放在前面，你这样去看，很容易找到对你有利的。OK， 丙火的人呢，找戊辰，所以我们说丙火人5月25号会不错，然后60天后呢，7月24号会不错。7月24号60再加一个60，大概就是9月22号，然后这样继续这样推60天，这个叫做60甲子啊 ，Bleach 啦，啊，你有你的八字，啊，你更精心的懂，然后就可以跟你这样更精准的去说哪一天对你好。可是不要误解啊，在这边不要误解，如果你是来找我看流年八字的。啊，那种 yearly 八字 analysis， 我绝对不会跟你讲哪一个日对你好啊，这个天干地支哪一个日对你好，我绝对不会，因为要寻找那个天地对你最有利的 ，that is a lot of process。看流年是看流年，要寻找这个天地哪一个最对你最有利的，最好是怎么样懂？你来学八字，最好就是你学八字，你了解八字，你自己去考察，自己去看。With these 60 days movement。里面每个人一定会有一个日期对你最好，所以我重复，有一些人的八字会有5天，有一些可能多过5天，但我们大概说一个人大致上都会有1-2天，在这60天里面呢，都会有1-2天是对他好的，不管天地怎么样的干涉你都是好的。 OK， 一定会有 一天两天对你 是一定是 OK 的。可是有一些人的八字比较好一点，它可以有好几个，它可以有好几个。比如说，如果你五行是癸水的，啊，你可以有2-3个，啊，4-5个。那同时还要配合你的八字啊，去看待。来，回到这个丁火人，如果你五行是丁火，你就要去寻找己亥，己亥。所以丁火的人，哎，己亥，2019年己亥年呢，哎，应该还不错啦。但要了解八字才来分析到底好不好。可是己亥日，如果是己亥日那一天的日，大致上都是可以的。所以几时会遇到己亥日？那你看啊，己亥啊，己亥第36天，所以今天是甲子日嘛，我们寻找36天，大概在这里了。己亥。己亥在哪里？36，己亥，6月25号，啊，6月25号。OK， 所以丁火人的人，五行是丁火啊，五行是丁火，寻找己亥，6月25号不错。那6月25号再加60天，大概在这边8月24。8月24号再加60天，大概就是我的 23rd October。如果你五行是戊土，你去寻找庚辰日，庚辰、庚金，找庚辰第17天，所以 it's coming very soon。庚辰，就是6月6号，6月6号啊，这个6月6号，6月5号这个 box 就是转节气的时候。所以这些有 box 起来的都是当天是转运日，我们说转运日。那6月6号看到庚辰，6月6号对谁好？对戊土的人好。所以每60天继续推60天，8月5号再加60天，大概就是10月4号再加60天，
大概就是12月3号啊，在这边，这个是精准的啊，这个是精准的。所以人生密码，几时在这60天里面的轮回的 cycle， every minute 60 seconds， which second belongs to you？ Right？ 如果我们这样看呢、啊？如果我们用夹，如果我们用这个夹子来做开始，刚才我说，哦，我需要，我们就用这个来误读啊，我要根尘，根尘是几时？ 17， 说 every minute 的 17 second， 那一刻对我最好，那一刻对我最好，啊，有一些人比较夸张一点的哦，夸张一点，比如说丙寅 third seconds， every new minute 的 third second， 我做投资 online 吗？Every minute 的 third seconds， 啪，我按 enter。有些人会这样啊，比较痴迷的啊，就很精准的会做到这样子。Every seconds， but we don't need to go into that， 好、哦，不用这样子，只是这个是一个意识啊，这个是一个意识。所以如果你是己土的啊，你的五行是己土，寻找辛丑，辛丑是几时？找了辛丑，辛丑往的第38。所以38大概在这边吧，6月27号。So coming 27 June， 对五行属己土的人，这一天呢是不错的。啊，我敢大概是具体说，这个天地都是对你比较好的。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天地对你好不好？只要你每天去找这个日，这一天你想要做什么，几乎会比较顺的。比较顺呢、啊，你可以去做投资啦。哎，你们喜欢买马票的去买马票啦，你们喜欢那些去享用啊，去 enjoy 啊，就用这一天啊，啊都是可以的，啊做生意的，做 sales 的都可以用这一天来得到资粮财富，做 sales 起来都会比较顺心，比较开心啊。我们说当比较开心的时候，你的运比较旺，那比较开心的日子你可以做很多事，你可以好像明天就是我的好的日，所以明天我会做什么？明天我会，明天我会做那个铜貔貅啊，做一些净化啊、加持啊。我 use that， 不一定要用通胜啊，不一定要什么都要用通胜。如果你懂自己哪一天哪一个日对你有利，你就可以进行。如果我是庚金人，寻找壬午；我是辛金人，寻找癸酉；我是壬水的，寻找甲午；我是癸水的寻找乙巳，啊乙巳，那你看壬水甲午，几时甲午呢？就找喽，现在是甲子吗？下一个甲午31天后，那我就找喽。现在是甲子31天，刚刚好6月20号，6月20号。说对那些壬水五行属壬水的，他下一个最好的是几时？6月20号这一天。啊，这一天6月20号好，就 make use of it， 好好的把握这一天，应该是可以 enjoy， 这一天应该就是说可能比较开心一点啊，那就做开心的事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的教大家怎么样去寻找那一天的这个我们说吉日，然后当你熟悉怎么样去借用这个天地那一天这个骰歌来帮助自己，你就很容易完成你想要做的事，可能说这一天比较开心一点吧啊。所以这个就是人生密码，配合你自己的五行去寻找对你有利的。当然如果有你的八字啊，如果你懂你懂你自己八字，一定要熟练自己的八字，你去寻找这60甲子里面哪一天对你最好。OK， 那些跟我学过八字的，你们自然就懂；那些已经在学八字、会八字的啊，可能你也是一个师傅，你可能在收看这个视频，去看一下这60甲子哪一天对你的客人啊，对你自己好啊，去运用。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漏掉，不是不知道，有些师傅可能只是不小心漏掉哦，没有去注意。哎，对哦。每一天也有一个帮助力哦，没有手臂。OK， 这个视频是终身受益的，啊，终身受益的，所以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可以得到这个知识，啊，不要单单只利益自己，利益别人也是很重要。
So please share it out. Let people know. Let them improve themselves. 如果天干地支都不知道，很简单 ，go to my webpage www.yesfengshui.com.sg. OK， 我们的 main page 那边呢就有那个2020年的这个图画啊，那你就去对照，去寻找那一天对你有利的啊，就是这么简单。OK， 好，简单跟大家分享，说希望大家都可以受益，记得分享出去 ，share it out, let more people。Gain knowledge, understand when will be the best day for them, the best day 对他们那一天对他们有利有帮助。 OK， 好，分享到这边，吉祥如意，拜拜。